我是习乡的曾孙啊，习永根，目前服务于屏东县政府税务局，副局长。在1895年，甲午战争，清廷战败，订立马关条约，那清廷就将台湾、澎湖割让给日本。那当时习乡是在苗栗头份开设私塾，有他的学生，他就号召他的学生组织田馥甄，从桃园龙潭战役一直打到中部彰化八卦山，然后到南部曾文溪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总共有徐湘参加了有12次的战役，尤其在曾文溪，黑旗军刘永福来商讨这个军事会议的时候，那徐湘就向刘永福将军叙述，这从北部、中部这些战役的情况。那因为徐湘呢，他爱乡爱土嘛，一时的这个心的激动，还有经过这些战役让他身心俱疲，当场就吐血了。那吐血，刘永福将军就将他的江南肉桂给徐湘服用。那刘永福将军呢，看到徐湘是可用之才就奉劝徐湘回中原来疗伤养精蓄锐。但是徐湘呢，他非常的坦然说，此地一失呢，台湾就沦陷的。大丈夫为国捐躯，死而无憾。所以他这种不为民、不为利、为台湾乡土来牺牲奉献的这种精神，是值得我们后代子孙，也值得口口声声有些人说爱台湾嘛，这些人士应该要学习这种精神。在12场战役里头，因为节节败退嘛，那到南部。尤其屏东，他就因为屏东也有客家人嘛，他有六堆嘛，他就号召六堆的这些青年来投入抗日的一个战事。那因为徐湘他本身也是一个头份的客家人，所以他对客家人这种应景的精神他非常的了解，所以最后呢，这些战役有些人是说，徐湘是在斗六，被炮弹打死。